他就。要他干嘛？哎，洗脸。要喝吗？要喝牛奶吗？出去，出去吃。走，走，喝牛奶。哎，我跟朋友们说，你也别动动感情，我可以。他听懂了。他没看懂。那水先倒，我刚给他倒满了。等一下。开心到起飞。一下就喝完了。快下来，别怕他。但是碰到我哥他就淹了。别怕他，他只是纸老虎。快下来，下来噻，你快点走开，你吓死他了。你看你一走开，他马上就下来。你看，下来，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怕他？嗯，害怕他。Hehehehe